今日咧就分咗嚟啦，今晚就分咗几食晚餐啦。打包咗两种虾嘅煮法，一个系包鸡，一个呢个系猪肉嚟嘅。而家准备开餐啦，到此为止啦。你哋中午我睇我嘅咧就订餐啦，多谢。好食冇？辣部嘅呢只，你讲呢个噶？呢个系咪？呢个椒盐。